接下来是来自管议会消息，嘉义县民进党县都部主委林木辉议员今仔日总质询的时，炮轰县长张化县长三人出访土耳其以及东欧，全部开会92万外元。原来水灾灾民比土耳其的难民重要，援助难民甲县政无关，出国乱开钱，花嘉义县城市的竞争力变后，无请县长变无请，张化县回批共党主委如同伫法庭审问我乌，双方针锋相对，互不。民进党嘉义县党部主委林木辉议员21号伫县政总质询的时，炮轰县长张化县长三人出访土耳其以及东欧，全部开会92万外元。原来水灾灾民比土耳其的难民较重要，援助难民甲县政无关，出国乱开钱，花嘉义县城市竞争力变后，五千县长变五千。张化县回批共党主委如同伫法庭审问我乌我，双方针锋相对，互不相让。我啦，我做高三的校长，我当作是比30个人陈县长的时代出国235天，你没有问我要给你知道的哈。我的啦，我不知道你是民进党的主委，再问一个民进党的县长。你主要的目的是在干什么？我要干这个啊！还不要干这个？本来他民进党主委不要干这个，还要干，还要干，开到党会班就不到了。党会班到什么人？我是第二个，第二个嘛是这这议员嘛，冇这些啊。我们从民进党时代出去的有多少钱？你要不要知道一下？所以说我告诉你哈，很多知你知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事情就不要问。我想问你哦，是人道救援较重要，还是咱家己的灾情较重要？土耳其，我问你哦，家己的灾情哦，我6:30到台北机场，高铁下来，我马上在电会议。我出发以前叫他们把那个工作汇报先开了。我晚上到那个布袋，他就直接穿那个标杆整几天，我按皮，在他那个方面先组织也。你不清楚的事情，就不要这样子随便。民进党的精神价值绝对不是这样子的，注意，你当民进党的主委，不是在这边审问一个民进党的县长，用这种不应该有的价值观念来，搞我心乱嘛，就叫你快点嘛。我等一下去。李中华官也无客气地回批林木辉，用陈旧的思维质询，甲伊的战术眼光无同。伊讲竞争力调查是用硬指标数字，对财政结构等无健全的嘉义县并无公平。伊的施政满意度也袂歹，双方你来我往，答顺争辩，擦出灰尘。新闻，钟乃成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